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 Odobe， 欢迎回来我们的纸箱生存啊、哦！我们今天呢，再来继续我们的纸箱生存冒险吧。啊、哦，我不知道呢，这款游戏呢到底内容 是多少、哦？不过呢，以目前来讲，题材是非常的新鲜哦。那么我看我们今天能干什么？老头呢，上一集好像盖了这个之后就没有再继续玩下去的样子吧。然后。哦，这是把它挖掉一层啊、哦，右键是挖一层，左键是挖三层。哦，不知道为什么它会有这种奇怪的设定。啊、哦，总而言之呢，就是我们来再继续玩看看，好不好？我们再玩看看它到底能做些什么东西。哦，然后这些什么螺丝头跟这些装饰品，这些到底是干什么的？这个就不清楚了。然后我们这边还有这个是皮革，这是干嘛的、啊？制作皮革用的东西吗？算了，不管了，我觉得我们就先把我们的房子先做起来，好不好？哦，像这个应该就是我们的墙壁啊，哦，墙壁还有分半截跟一截的，哦，半截跟一截的，哦，还有斜板，还有侧斜板，然后地基还有分两种，而且我现在啊，不知道这个要怎么拆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之前之后盖了之后不知道要怎么拆、欸，就拆不掉啊。我想说，要不要先做防具？算先做一个自身保护自己的武器好了。好，我们先做一下我们的剑好了，不然的话一直浪费剑矢。就说真的呢，用剑矢去打敌人，虽然远距离啦，但是一直耗材，这也不是一件刚开始生存哦一件好事啊，并不是一件好事，好不好？我们先做一把剑好了。哦啊，我们这个剑身呢，剑身就这样出来了，好哦。那怎么画？老头呢？想画这个画很久了。看健身是吧？大成功 ，perfect。等一下，抽我们的剑嘛？我拿一下。嗯，我的剑呢？看屌剑，完了，这款游戏污掉了，好不好？好好的一款游戏被我玩成这个样子，哎，没关系啦，这是发挥创意嘛，对不对？创意有无限的可能嘛，对不对？我们不要这样子，我们不能用有色的眼光来看这游戏，知道吗？那老头明就是你有色眼光啊！不管了，我们现在做一片看看。结果这种东西做一片，它也是要用画的。哇塞，我觉得这个游戏真的是可以玩非常的久，非常的久。而且这个不能弄掉啊！我们来试试看哦。然后这边写剪刀是把它剪掉的意思吗？嗯？哦，我懂了。只能画一次性的样子吧。那我们可以选择 ，view 往上到底。哇 ，amazing！ 可是只有一片而已。哇塞！如果我要每片都这样子，我觉得真的会很想哭，你知道吗？好不好？这就是我们的墙壁。差太多了啊 ！Delete， 哇 ，Delete 可以直接取消掉哦。哦，那这个我就可以 Delete 啦、啊。原来是这样子搞哦。啊，他材料不还我、哦，就这样子说去就去哦。哇塞，没关系，我们再做一个，好不好？他这个有分上下，上面好像是直接就做出来，下面好像是可以改造的样子吧。啊，应该是啦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然后对不到是怎样？能盖又不能盖了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算了，我要把它全部拆掉重来了。我们找一个更平坦的地方盖吧，比较不会有这种相关性的问题。比如说这里，这边看起来比较高，我就决定是这里了。哎、欸，还真的哎、欸。哇塞，
还真的这样子铺哦 ，amazing！ 这样子的话也不怕挖错啊，很棒啊！然后不知不觉呢，要晚上了呢 ，Oh my god！ 我都还没有盖好一个家，这个游戏等你盖还要多久呢？完了，半夜哥布林要出来了。又无知的新手要去杀哥布林了，要灭团了，要灭团了，可怕啊！冲啊！啊，我们家外面就一只了。我靠，这什么狼人啊？打架啊！打架啊！我靠，还累格！靠呗，这个是 boss 啊 ！Oh my god！ 搞什么东西？他在我那里，我要怎么离开啊？我靠呗，捡尸哦！我这里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靠呗的东西？你说，我直接被秒杀哎，大哥！然后道具要重排啊，真小啊！干你老师又来了，又来又来！妈的，2400是要打民国8000年是不是？干，他跑回去驻点了啦，好笑了，真的好笑了。原来这边有个洞哦、喔，我觉得我们以后盖这里算啦，天哪、啊，受不了哎、欸！哇哇，我卡住了。十。紧急时刻没有时间给你们画有的没的，好，做六哦，这样子啦 ，Oh my gosh， 我的天哪、啊，卡王打法。第一次就上手，这样行不行？哇，不扣血了，网路内阁，他跟我到天明是不是？我是不是要断线了？你到底扣不扣血啊？没有用了。哇，好爽啊、哦！拿我的屌剑敲死你的小王八蛋！你个死吧你！顶你个心！我的顶你个心！我的顶！2400是不是？我终于知道这游戏怎么玩的啦！这种大型 BOSS 哦，卡住你，我告诉你，你就直接哦，用这种高低差打法，你看哦哦，完全过不来啊，爽啊！结束，结束，结束了。我刚才被他敲两下，我就死掉了，你知道吗？非常的可怕，而且他被攻击，他的那个眼睛疯狂晃动呢。再见，拜。打死了，居然伸出小罗罗，原来是在后面把他卡住，是不是？哦，他躲在后面，变成小恶魔。再见。还有吗？没了。捡捡捡捡，好爽哦！我要拿到什么神器？这什么东西？我来看一下这是什么。腐肉啊！机器零件，还有什么？诅咒的骨头哦，剩下在这里。这是什么？龟甲万？什么？制定的一些材料之类的，是不是啊？总而言之就是材料吧，不管了。
好，我们现在终于能出来了。我们家咧，原来我们这边有个地洞啊，我都不知道欸，到时候可以在那边开垦新的那什么区域啊，好不好？新的区域。然后我觉得我们应该先做个防具，先防身好了，不然到了半夜真的是哭笑不得啊。Oh my god！ 你该不会打我吧？我不杀你，你也不要杀我，好不好？拜托。好，抽看看，一次给多少？有了三个，一次给三个，一次给三个任务呢？哇，直接送你40个石头。太棒了，我们可以直接跳到这边来了，我们不用再那么磕巴磕巴了哦。这个不叫好做好不好？你这个要白木头，大哥，白木头，有没有搞错？哎，这个是我们的任务需要做的东西吗？哎，真的嘞，一个任务需要做的东西，我们这边也可以做啊。Stone 不一样，好啦，我们做一个任务要的东西好了，一个扇门好不好？好不？完成一下愿望好不好？阿布的愿望，剩下我们全部用石头做啊，受不了了。对啊，白木跟黑木差太多了啦。哎呦，吓一跳！这是我们家的门，好盖了，耶、yeah, ，完成。他送什么？送我们储物箱一个。哇，储物箱哎、欸，好吧。我们现在开始盖我们该死的东西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6个，马上不够。原来石头还有分两种是吧？哎呀，洗吧。然后一次就只能做一个，好，林北真的是醉了。他把我这个给算进去了，哇，我尴尬，好丑啊！算了，我就是缺一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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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像不够，真的不够，超级的不够，而且这边盖完之后啊，我完全看不到外面欸，超级看不到外面欸。我连想要把它改造，这都能不能改造啊？我只能用跳的看。好，我们插两面了。好了，哇，我们刚刚是没有剪下来，我们忘记剪了是不是？好了，可爱的家，到时候我这边可能盖个楼梯上一层吧。啊、哦，二层楼这样子，我们最起码呢不会被围殴致死了，而且我们可以跳上来，我们超屌，好不好？好啦，不管了，这就是我们今天呢啊所盖的一个烂房子，不知道各位喜不喜欢啊？不喜欢也算了，我不管，反正就是这样子，对，就真的是这样子。那么下一集呢，看我们继续要干嘛？继续挖掘，老头应该在录影之前应该会挖更多的装备跟材料吧？不然的话，光是挖的部分就花好多时间哦。好不好？那么一样，如果喜欢我的片呢，记得左下角的订阅，右下角的喜欢，或者下方留言，或者是去我的 NONO LIFE 按个追随啊！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，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《纸箱生存》再见面了，拜拜。